唔嚼，俾翻落中路，阿星啊嚼落去。好，想俾啊，有机会啊，再嚼。所以你哋买旗啊，以后啊，吓记得啦，记得揾一啲男嘅买旗，就先。Really well done. Good defending. And now a throw in. Lee. Collar. 好，可乐俾落去。哎呀，想个红啊，可惜啊，攞唔到。同咩啊，掉落去。苹果啊。依家啱啱我最想讲嘅本身就系话咩？嗰个去人哋屋企 ，sorry， 我扯得太远。去人哋屋企咧，我以前咧就，你而家仲有冇几多人系会去人哋屋企瞓啊？啊，你去我以前去人哋屋企做玩啲咩？除咗打机，唔一定净系打机，有时会做啲咩？玩咗啲咩？好大富翁啊，乜鬼嘢嗰啲都够玩好耐，仲好兴啊！我哋好兴嗰啲玩坐奶碟，唔知输咗唔知做啲咩咁样咯，类似咁样玩好多呢啲古灵精怪游戏，又唔一定话。话打机啊，打好似细个都多几多嘢玩，系嘛？有时仲会去人哋屋企咧，就去到唔一定话去到人哋屋企就成程留喺人哋屋企，就可能去落去楼下啲公园啊，嗰咩走廊啊嗰啲喺度玩游戏啊，你会唔会？你而家仲会唔会落去嗰啲公园一齐喺度啊捉伊恩啊之如此类？我谂都好少嘅，因为我有时午饭啊或者咩去公园都唔系太见啲细路啊或者咩啊。而家公園係咪好少人用？全部都係得阿伯啊，或者啊翻工嗰啲人，我頂唔順啊，入去唞下氣嗰啲諸如此類。好，俾落去。佢一齊做暑期作業就九成九都唔會做啦，做做下玩啊，不如玩陣先啦咧，試下切得靚啊。公園有 MK， 公園點解啊？应该都是的，是吧？好像我都有见过这个情况。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喂，靓啊这下。又是的，第一场又是这样完成。我只是在公园，我是啊，我有时候在公园吃饭啊。啊，我以前旧底我试过就个公园有海滨公园对海，我好像买啲饭盒就在那个公园度吃饭。哎呀，我告诉你为什么公园的使用率会低呢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公园好多嘢唔做得，我细个嗰时就成日喺公园踩单车，后来话咩公园唔俾踩单车，啊，跟住有好多唔知，即系公园咧有啲长凳嘅定乜鬼嘢，我瞓到死蛇烂屎，你知咁样，食完嘢我好兴，跟住我嗰啲保安就会同佢讲话唔瞓得，但系侧边系冇人，你知而家公园冇人，我系见到冇人，系事，屈你小提示，我唔系霸住成张嗰啲凳，我系见到冇人啊，我不如摊阵啦，我喺度晒太阳，我咁讲。跟住保安经过就会同佢讲啊，先生，喂你系咪攰啊？我话系啊，所以我瞓喺度休息噶。佢话哦，你攰咧就起身坐喺度休息啦。佢系咁嘅意思。佢意思就系你攰嘅就唔好瞓喺度啦，啊休息一下。佢系咁嘅意思，就叫你唔好摊。佢个意思系咁样。好嚟啦，好咯，系点啊？再俾翻大叔啦，掉落去啊！就是不入，放落去，仲未完啊！俾入多球，哎呀，完啦，冇啦，我仲唔完你又似，哇！对面个笼出埋嚟喎。大镬啊！哎呀，你嗱我帮手啦。公园冇保安唔会，一定有话咩？公园有啲空文署嗰啲嘛，啊，好多古灵精怪嘢啊。转个游戏先，瞓咗冇礼啊？边个 MVP？ 明天入长洲住两晚，哇咁啱就撞正啊！咁样嘅有咩要注意？唔好乱夜晚晚唔好乱咁一个人去咯。我以前嗰本你讲过去 camp， 我着过一件，我本身系着一件荧光嗰啲紙衫，咁啊有一个
夜晚咧就会闪啊，即系唔系闪啊，有光咁样。我记得嗰阵时就嗰啲女仔咧单丁去 cam 啊，有时想买嘢定咩啊，好熬底嗰啲就一定要楞达叔，佢话好怕黑定乜鬼。嗰阵时冇你咁发达嘅，嗰阵时咧就吓、啊、手机冇电筒啊，剩啊，咁我哋又冇带，或者得一两支好少啊嘛，通常就系咁。咁啊，成日达叔噶，要成日喺度凑嗰啲女，我觉得好似做保镖咁啊，好鬼麻烦啊！讲过，咁咪证明系真嘅咯。你有时话咩系作咩 FF 嗰啲，你有冇可能会记得咁准啊？你上次卖奇色嗰个沉默朋友，你点睇呢啲样式噶？即系佢买吓、啊，有人同你卖奇嘅时候识。咁即係嗰个你卖旗嗰个人嗰条友就唔答你啊，先生买支旗啊，即係佢好咁样，咁样入钱咁样，係咪？好，换个游戏先啦。好，有咩要注意？好似咩唔好掂墙咯，我记得好似有一个必须要注意嘅，就系千祈唔好挨住墙定乜鬼嘢啊！唔好随地屙尿。有时你去 cam 嗰啲咧，又好兴嘅咩？见到草地啊喺度屙啊，呢啲啊小心啲啦啊！唔好剃脚毛啊！千祈唔好剃脚毛啊！脚毛有喎、啊。吓、啊，嗰啲阳气喺度，你掹嗰只啊冇吓，一条脚毛咧就管十只鬼啊，好似系咁样，有个咁嘅谚语啊，所以你有冇兄弟系光管脚啊？即刻画几笔落去，话俾你听。但我啊唔知嗰个说法系源自边度，点解一只脚毛？我管到十隻鬼，霸气，阳气重，男人啊嘛，有阳气。好嚟啦，我哋今日玩快少少啦，睇下点啦。快步，自己有 ，is you， 系啦 ，yes is me， 我救过你嘛，你真系老友啊。Let's go。使咩咁紧张？咩咁大路？自己又使咩咁样嗌？真黐黐你线啊！攞支 AK 先，同佢哋夹翻。OK，Over there。我就系冇电啊 ，Solid 嗌。哇！佢哋打紧人啊！哇！咁快冧咗啦！你真系好嘢，即刻执佢啲枪用咧，好聪明，死晒啊！真心会唔会太屎？讲真，佢咪仲有死。